小心，小心，小心。好，来，我们欢迎老肖。哎呦，阿诺好会做人哦，一马当先送麦克风。我不打你打谁啊？你我要是粉丝，我都生气了。来，我们先请萧敬腾跟大家 say hello。大家好。太棒，这尾音拉的总统府那边都听到了，太棒了。来，老肖，八二宣传了这么久，终于要上片了，有什么感觉呢？很兴奋，我很期待让大家赶快看到这一部，充满开心，然后。非常轻松的一部电影，对，很希望大家赶快看到。是，就是期待啊，因为这个新电影嘛，然后其实没太多，就是希望大家赶快看到，然后享受这个快乐的时光，然后在一个暑假的尾巴，然后在这样子的一个社会环境之下，我们可以看一部轻松简单的喜剧，这样就好。我当然是很开心。那反正就是非常感谢，然后继续努力。那当然，这个都要非常感谢整个剧组，还有导演，还有所有演员的这个